今日是免费乘车日，大量巴士迷聚集于巴士总站等候已久巴士。九巴的 E5L3 首航，今日是免费乘车日，大量巴士迷现聚集于巴士总站等候已久巴士。我们现在即刻到现场看看。港铁因应免费乘车日派出多列列车，部分列车为地铁列车，当中亦有九铁列车。我哋依家即刻到现场睇睇。